水又回来了，丝滑，火一面，然后来吗？肉收奶酪满满的里边是，宝宝，嗯，好喝。当早餐可以哈。喝了很多。发六个，我是那个沙拉，当早餐或者说晚上当那个宵夜都可以，一个吃饱。酸辣物就让肉有活动有货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拍下发两罐啊，每罐一斤，好吃实惠啊。糖水。等会儿，
炒蛋干，吃骨溜筋。还有麻椒，太好吃了。我的天哪，这太卷了吧。29.99的时候你没拍，19.99的时候你们全都上了，现在小鹏做最后一波活动，今天99包邮，满一大包，我的天哪，满一大包啊，抱着吃就行，99给你包邮一大包鲜虾片啊，居家必备啊，出门旅游必备，疯抢疯了，现在9.9不敢想象，鲜虾片。哎呦，童年记忆啊，老铁们，太好吃了。这99的福利，小峰再上最后50单，能拍上老铁们都包邮哈，满一大包。我天哪，无敌好吃。